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乔宇。随着硬体的能力日渐增强，游戏的画面呢也越来越华丽哦。但是呢，不论是哪一款3A 大作，只要一看就会知道是游戏的画面，跟现实世界还是会有点落差。但是呢，最近有一款游戏画面逼真到让人惊叹哦。Unreal 的游戏画面一释出，马上引起玩家的注意，因为实在是太逼真了。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猛吧。你心目中最拟真的游戏画面是哪一款呢？是末日后植物与建筑物共存的《最后生还者2》吗？还是时代背景比较贴近当下的《决胜时刻：现代战争2》，享受枪林弹雨中的紧张刺激呢？这些3A 级大作虽然画面都华丽无比，但都能一眼看出不是真实世界的画面。来自法国的独立游戏 Unreal， 画面并不华丽，却逼真到让人难以相信。玩家在游戏中需要调查案件与选择剧情分支，将体验到侦探小说的氛围。随身摄影机与眼镜头的晃动与手部自然的动作都增加了画面的拟真度。不过画面抖成这样，会不会让玩家玩到头晕呢？希望推出的时候不是只有画面当噱头，剧情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喽。